供奉青鸾斗罗，第四供奉雄狮斗罗，第五供奉光灵斗罗。城内的天斗大军危险了。已撤离了，城内天斗将士们是怕凶多吉少。天斗大军的惨败只是前奏，大供奉派出了除他之外所有的六名供奉。天斗帝国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除千道流外的所有供奉，武魂帝国准备闭气攻于一役。闹着嘉陵关一战，天斗帝国必须挺住。我要用你的命以血前耻。他们打得不但血迹，而且配合得完美无缺。我最近这段时间先后两次与黑龙交手，我力消耗巨大。如果用海神之光支持海神三叉戟发挥神力，对我的精神力消耗很大。但这两个斗罗十分难缠，缠一次以往，不负消耗的只会是我自己。黄金十三级第一式，无定风波。喊！气魂真身。现在我的整体实力不到全盛时期的六成，连无定风波的命中率也降低了不少。启禀陛下，冲入嘉陵关内的先遣部队遭遇武魂帝国供奉及其率领的精英魂师军队，粗略估计伤亡已超过十万。不是，怎么办？哎，必须尽可能保存有生力量。只要天斗大军还在，我们就有反败为胜的可能。陛下，鸣金收兵吧。全军撤退！撤！